为什么我今天还有个就是给你们呢？有没有看到我讲台等一下教你怎么做？首先呢，因为我觉得呢，那种牌呢，我想了很久，突然间昨天给我想到，所以我没办法了。我觉得教下你们做，真的买都没得买的，因为它的长度有啲人比较肥啊、瘦啊，没有一个标准，很难买得长，可能哈、有啲肥的人嘛啊。咁后来我怎么做啦吓？咁我想到啦，就系、等一下我教你怎么做先，然后我怎么做出我个腰带出嚟啦吓。啊，呢种咧就是我们等一下我教你怎么做，怎么扑落肚脐里面啦，看住，这个，它会跑位置，为什么你布很难包在你个位置刚刚好的？就是因为那个它有一种硬啊，比较软，比较舒服，因为你布不可能这么硬的，啊，即系我有两参考出来了哈，怎么做啊？就是这样，你看，这样，如果你个肚子呢，你要转短一点也可以啦。等一下我先告诉你先，定住个位置先哈。咁然后呢，譬如说嗱，如果你，譬如说。我条衫咧很短，我当怎么办啊？咁啊，然后咧准备条毛巾啦，你就家里不要紧啦，哈，外面就很难说了哈。咁啊，然后咧将个肚脐，咁啊毛巾咁覆住个肚脐啦，哈，都系刚刚上出来嘅，所以现在上出来，我自己知道怎么用啊。咁啊，然后咧将这个，然后将这个，要怎么做呢？哈，咁啊，如果你们呢，譬如说，好啦，咁啊，你用条毛巾啊，你个肚子很敏感啦，你怕没有布织嘅，你因为呢样系塑胶，但塑胶有样好咧，它够硬，用起来咧就唔会就是嘅变线啦。咁啊，买个夹子夹住呢度啊，夹住咗之后咧，咁啊，然后啦，啊，将呢条。啊，如果你肥嘅咪剪长一点咯，如果你瘦嘅，你几时瘦瘦企业啦？嗱，我等一下教你怎么做啊，嗬，你身子别身子，啊，然后将这里，扶住这里，啊，为什么呢？都没有粘连，没办法啦，因为呢种东西系塑胶，当你洗了水咗之后咧，它就会，脱出来嘅，所以很难粘得紧嘅，粘啲磨石铁很难的。所以呢个咧也是不用钉扣啦，呢啲系橡皮。如果你钉你个扣咧，一差会很容易没有弹性嘅。每一次都钉很麻烦嘛，所以你搞一条咧，大概半寸啦，半个半寸就够噶啦吓。咁啊，然后咧呢度啊，我不用长，因为我料会嗰啲肥咧，嗱要怎么做咧嗱，将呢度绑住嚟。啊，看你怎么绑没所谓，嗱，你可以咧，啊，可以咧，啊，做多两条啦，啊，因为我不剪啦，等一下可能有啲肥嘅，啊，我要做多两条嘛，啊，咁啊，你啊，咁样绑住嚟啦吓，咁呢个剪短啦吓，就是这么简单啊，咁啊，为什么这样做咧？第一，这个系预防你嘅皮肤敏感。如果你接触个皮肤呢，因为你皮肤可能有种出汗水啊，咁啊毛巾夹住它就唔会出汗水啦。布质嘅毛巾也可以，因为呢条系素绒嘅，素绒为什么素绒一定好处？它又够硬够厚啊嘛。啊 ，OK， 嗱，咁啊出去顶住个肚子嘛，现在不要啦，拿出来啦 ，OK 啦，咁啊很舒服。当你睡觉的时候呢。譬如说你那种橡皮呢最好我的橡皮比较好啦，因为橡皮有一种弹性，比较吃饱东西啊，有一种伸缩性啊，好舒服。如果你没有橡皮，用一条绳子不舒服，最好用买一种或者箍住一条橡皮啦吓。啲人啲受伤嚟磨碎只嘢企易啦吓，所以我提供你啦吓，用呢种唔好这么窄，又唔好这么阔。刚刚有半寸就可以了，一条放上，一条放下，很舒服的。你看，你看，做起来好舒服的。
如果你我咳得很厉害呢，最好我提供你们，晚上整24小时都有包住。为什么这么好呢？因为我不怕对你说，最近我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，他是染了一种病了，哇，他验出来有一种病，但是呢，我就说，他咳得很厉害，就电话都咳得很厉害，我告诉他，你不如看看我的视频，教你怎么做了，包肚子有点帮助的哈，你不用害怕先，我安慰他嘛，咁啊，然后呢，我怎么教他呢哈？我就说，你包住你睡觉，包整天包住，包了咗之后呢，咁啊，如果你觉得好嘅，就证明他是好啦，好你包了24小时，好了哦。他打电话，我就打电话问候他嘛，他没有咳咯，哇，我很开心了，我觉得那个方法还帮得到他，因为他当时没有发烧。如果有发烧，我劝你们不可以包的，因为发烧你的身体已经热了，包住他哪里可以散热？你要等他完全退烧了啦，你才包肚子止咳嗽那个方法就 very good 了啊。OK，我等一下我教你怎么做那个打字出来，那我跟你们说呢，怎么做出这个腰带出来呢？其实很重要的。那我照给你看了哈，那种呢很柔软的，它有个厚的，它很舒服的。虽然高的，但是如果你包起来个肚子里面的时候呢，上下呢是透风的，你不用怕它很热的，因为那种可以透风出来，那个透风出去嘛。所以用速溶系没问题的啊！我教你怎么做出来了哈。本来呢做出来呢，其实你们会做的，只不过我告诉你什么做出来大概这样你就可以了哈。我不可以示范，因为我刚才做，你看我做了很多条，你看什么款式料呢？那种，你看那是比较薄的，比较薄的，那是比较厚的，那就也是。乜嘢款式都有，这种呢就是我们睡觉做瑜伽，他们爱嚟做瑜伽嘅运动啊，摊在地下度做瑜伽的。我做一块，开一块给你看先啦哈，它很长的，有点么长啊？有点么阔嘅？咁啊，然后呢，怎么做出来呢哈？一般来说呢，一般来说，我读它来了，看你需要你个幅度有多阔啦。比如说，你是本窄一点点嘅，唔好太窄喎、哦。你不可以太过窄喎、哦，太过窄没有效力。起码你说个七寸、6寸，小孩子可能5寸啦吓。咁你看你个肚子，看你个适合，每个人嘅不一样嘛。所以我呢种呢做出嚟系8寸的因为它个寸。呢度长我不知道多少啦，只一个呢个长呢个宽度刚刚，有啲不一样，但一般来说呢种呢就是24寸，咁就分三条，用一把尺，譬如说我怎么准备好呢？用一支毛笔，咁啊用个尺就多好啦，怎么几多寸几多寸啦？咁然后呢，你看你自己啦，因为你觉得也麻烦噶，你自己构思啦吓，咁啊，搏一下，咁啊用个剪刀剪剪剪剪，咁啊剪刀剪剪剪剪剪剪，咁啊剪了咗之后呢，我又给你们看啦吓，剪了咗之后呢，唔好阻你时间啦吓，剪了咗之后呢，我就是做咗很多条出来啦，你睇。你说咧，你个人看你有多肥。如果你太过肥嘅，你咪萎缩一点点咯。如果太过肥嘅，萎肥一点点咯。为什么我说呢度很难练一种魔术贴呢？因为它素用的，
磨石铁是靠一种，因为我们要试的嘛，一试它就会拖出来，很容易，所以很难练得尽的，所以我索性呢就唔用磨石铁啦，冇用一顶顶歪掉，一顶顶就掉啦，很浪费啦，所以我干脆就示范俾你看，用这个方法，就是呢种橡皮啦，我最长期所以啥，你找一种呢后生和敏嗰种，去就受术啦，受伤了嗰条绷带啊，要。 橡皮嘅，你可以用嗰种液体仪啦吓，用呢种咧阔棒嘅，你唔好太过阔，又唔好太过窄，一般嚟说是这样，最好噶啦。我觉得呢个阔度啊刚刚好噶啦。咁啊，后生我今次教你怎么做，所以为什么我今次告诉你呢种东西呢？因为早两天我个朋友患用呢种病啊。 幸亏他没有发烧，真的很巧合哦，因为他很肥嘅人嚟噶，肥 NT 嚟噶，咁啊，即系我觉得他很难找得条适合他的，因为他很肥嘛，肚子很大嘛，所以我就没办法咯，我就后嚟他自己都想办法包好了啦，咁啊，我就灵机一动，咁我说我都打也是蛮窄的，好像不够阔的，所以我后嚟想一下，咦？ 突然间给我看到我扎你用那种呢，好像我们做瑜伽的，刚才看来了，做瑜伽的，咁啊可以分佢三条，或者你看你喜欢多长幅，有多阔啦，可以分四条或者三条，你自己喜欢啦吓。即系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种呢？很难买嘅，因为有啲市面上呢，可能买条很阔嘅。 真的，可能很贵啦，或者很难找啦，因为每个人嘅身材有肥有瘦不一样噶嘛，所以我就替你们想好后啦，哇，我整整睇我整这么多，不怕嘅，因为肮脏了，时时都会烂掉嘅，所以真的唯一嘅方法最好啦，所以你说，嗱，你看我呢啲就是橡皮啦。 我不舍得剪断嚟嘅，如果个绑得啱适合就剪落啦。还有我做口罩也是可以用得着嘅，所以你说我今天呢个发明真系救了我朋友啦。他验出来是有一种病人了啦，只不过他打电话给我时候，他打电话过来给我，佢很厉害喎，厉害，听到我都心很痛喎。我告诉他你立刻包肚脐，包到睡觉也是包住个肚脐嚟睡觉。 咁后嚟包你差不多一天多啦，偷好了啦，真系好了，没有听到他咳嗽啦。咁啊，过几天我最大电话问候他啦，没办法啦吓。所以每个人呢，知道呢种病的时候呢，就是提不防，真系很难提防噶啦。尽量我们小心出去，我今天出去也是啊，男主角个出去的。 没办法了，为了自己嘅安全，怕传染给家人，也是蛮一种安全嘅方法啦。OK，我就先嚟整理啦，拜拜。一点我跟你们说过噶啦，因为以前我做过视频啦，曾经告诉过你们，可以做鞋垫，因为鞋垫呢，它比较很滑啊，所以这种呢，它是一种。 有你看你照一下啊，做鞋垫，有啊呢啲嘅，可以保暖的。所以呢，呢种啊最好噶啦。我哋做鞋垫，如果我鞋垫啊着得很滑嘅，我也是拔出来，我自己用一个做一个鞋垫就出来，系有很多用途嘅。其实如果你家里呢买定一串就整你皮咯，啊呢东西很滑啊，咁你粘下去也可以提防它很滑的。所以我现在告诉你。 因为我以前做过，我怕你没有看我以前嘅视频，所以呢种东西给我很多灵感，很多灵感，哇，用到现在都可以用，<笑>你说它好不好用？刚刚想到嘅，因为我觉得这个 design 呢，刚刚想到这个 design 啦，另一个 design 啦，它比较方便，唔怕嗰条布质嘅吞出来，因为如果你放条布呢，它没有吞出来呢。 嗱，你攬起来咧，绑住肚脐里面就蛮舒服的，就是只一条布质嘅，整一条一个洞啦，咁啊将一条咧穿进去，咁啊嗰啲布咧就个底啦，底住个肚脐啦，嗰条带咧溜色嘅带就会咩啦，就是怎么好用啊，嗰条布咧。
chồng với cháu chưa lại ra, vì chồng tha cháu chưa lại mà phản là ở hàng phong tiền đi xí xí chứ. Ừ, ok, bye bye.